抱薪救火。抱薪救火很简单啊，计时六十秒开始。哎，清楚啊，清楚，清楚啊。这才显得清。十六，要清楚，清楚，要清楚。一清楚就不会写了，看看。真的，真的。哇，这个字到底几笔画？好，赶快按确定。好，停，金雅。对。抱薪救火用了三十，也就是你如果错了还有二十五秒可以更改。你的密码是12161104。对或错？错的哦。来，计时24秒开始，25秒。哪个字错的？还有几秒？还有八秒，刚刚是一次，剪了，剪了。所以你公布他的密码是13161104，对或错？错。还有八秒钟，计时开始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停。好。又改了，刚刚是几画？16，现在少一画。13151104，13151104，对或错？错了，太可惜了。你算上13+15=28嘛？28+11=多少？39，39+4多少？43，但是你只能40。你刚刚是40，我完全忘记有40这个提示，这个就错了。对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对，等于说我抱着柴火去救火，这样是几画？1234567888，八嘛？八，星也错了哈。17，对，17，08171104，对或错？这样就对了。你当是字啦，对啦。他写那个报纸的报，我就玩那个报，应该是抱住抱心。对，心就是木材的意思。你抱着木材，然后还嚷着要救火，可是你丢进去火不就更旺？更烧。对，所以我们也顺便学字啊，哈。对。很抱歉你没有完成，请关闭金库。谢谢，我们跟他说拜拜。来，请到我们前面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